86年啦，86年成立的嘛。啊，真的哦，就能干嘛？不管年轻人、老伙啊、中年人，都是来这边拜拜。我讲我家己的二代哦，有两个，他要考老师，已经考了三次，拢无过哦。已经考三摆，拢无过哦，拢差0.1，拢无过。哎，你甲我讲的时阵，我讲啊，你去甲好德伯啊，甲求啊，你去甲求吼，甲下一关。我讲吼，然后你考掉，哦，你的心愿达成吼，你才甲接下部队一遍，布袋戏，哦，做布袋戏，安尼。今仔只3年前有一个，啊，今年又一个。今年吼、哦，已经嘛是考三摆啊，考三摆吼、哦，啊，我好似伊来问我，他的妈妈问我啦，说我女儿吼、哦，已经要考老师了，已经三次了，没有考到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就甲伊讲，啊，你去咱阿伯啊遐都上名干嘛？你唔去甲，你甲下一个，安尼吼，哎、哦，听我的话哦，哎，就去甲下。嘿，他的女儿安怎你知无？伊家跳后倒摆来哦，跳后倒摆嘛去甲阿伯啊，本人啊，伊本人去甲阿伯啊讲啦吼，讲他以前吼、哦、每一摆吼、哦，若要面试吼、哦，伊拢去听到数学啦，数学伊较袂晓啦。啊，伊讲吼，伊这回去甲阿伯啊，伊本人去甲阿伯啊。讲哦，去家下哦，讲哦，这回无论安怎吼，爱让伊听到国文啦。啊，真的哦，他去考台南，嘛是要听到国文哦。他去考台中，嘛是去要听到国文。真的，啊，这一次上榜，真的，因为他数学哦比较。没有那么，啊，好像伊讲国文哈、哦、是他拿手的啦，啊，伊等下甲阿伯阿黑啦，伊讲吼，伊要台南考，啊，佫要台中考，啊，你等下好听着国文，真的，两个地方，哦，拢对啦，真的，足灵感的，真的，啊，阮家吼、哦，属于有这广场哦，咱这是。咱新北是足有名的中榜大牌啊！你不管是吼，你看人来搭车的人吼，足济，有的求身体啊，有的求学业，有的求事业哦，耽误就对啦。啊，伊若有达成伊的愿望，伊就来搭车，真的不错。以前吼。全部都是田，都是农田，还没有盖房子，都是农田。哦，啊，以前这条就是一个水沟。刚开始我们来住这边哈、哦，这个水沟哈、哦、很脏，啊，但是哈、哦、那个水流哈、哦、也是很强哦，哎，那个水哦，水嘛足强的啊、哦。啊，虽然是以前阮差不多我来住家住40几年了嘛，那个小柯2岁，我们就来住在这边嘛。这边还没有房子，这边这条没有，这条中华路没有，啊，这边的房子也没有。我们这边先盖好了，后续这里我们这条水沟是99年盖的，刚开始哈。这边的土地公哈、哦，是以前哈、哦，以前做生意的人，做生意的人哈、哦，他会拔路柱。假设今年你拔掉，啊，市民都你请人领导，啊，后续很麻烦，啊，所以盖在这边。啊，你看全部的人哈、哦，有的做生意的人还是。卖房子的人啊，啊是保险的人，都是来这边拜。真的，部分我们周边啊，你假设五谷啊，哦，
有的人会听到说啊，那一见面哦，稳灵哦，就会去拜一拜。哦、假设你来拜过，你也感觉，假设你也介绍你的朋友啊，说我去那个中华路土地公庙拜哈、哦，他稳灵感哦，哦，啊，你要不要去拜一拜？哎，大部分会这样啊。看今天普渡这么多人。我们都没有广播，没有什么，真的，因为、哦、他们平常就来这边拜的、哦、啊，他们来就会知道说，啊、我们这边这个8月23号啊、哦、会普渡，啊他们就来了。